阿爸，什么？哎，老板，老板急的哦，你给看，待会你就知哦。不可以打弟弟啦，这是弟弟呢，你要摸他，要摸的，摸的。黄博玉，这是大家一起玩的，你不要用打，你跟他说。你这么多个，你看你这么多，你不会打弟弟哦。这是大家的，你为什么一直打人？你在打，不可以打弟弟啦。你吃个的，不是你的，是大家的。那些都是我的，那些都没有人玩的时候是你可以一个人玩，但现在大家来了，就是大家都可以玩。看看 Uncle， 哎呦，哦，街头艺人要去考一下喽。小时候有练过呢，姐夫在帮你拍了。哎呦，赶快再加一个！哎呦，校队啊！我刚刚有帮你拍了。啊，请问你肩膀上皮奶条是什么？父爱好吗？父爱。哎，真的是校队呢！哎呦，多小校队？真的。哎呦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有一招下腰的。快忘光了！哎呦，你看看 Uncle，、掌声鼓励，蚂蚁上树哦，好棒哦！他一招下腰的很厉害哦，这一招下腰的真的让我太好笑了，太好笑的下腰了。一分钟。哎，这次有成功哎！等一下成功了。